其实欣雅没有跟我认真聊过生小孩的话题，倒是我比较常跟我的闺蜜说我想生小孩。对，因为我自己有四个侄子侄女，然后他们蛮黏我的，我算是唯一可以把他们从爸爸妈妈身边带走，跟我独立相处24小时的阿姨。然后所以我自己在跟我们家小朋友相处的时候，确实有让我更加确定自己是想要生小孩的。嗯，哦，我有男友啊，就是如果真的有顺利受孕的话，就一定会结婚。但是我自己是还是希望先结婚再怀孕，因为我爸爸会比较希望是这样的顺序。对，那所以现在有在准备？你说准备怀孕吗？就是的，或者是公布前？我还没有认真开始准备想要怀孕。上次跟就是可以得到发文，就被大家误会，男友不会吃醋吗？不会哎，男友没有特别的反应，因为跟 Kid 就是很好的朋友，然后有时候跟 Kid 在传简讯的时候，男友也会在旁边，但是因为我自己心里的那把尺还蛮清楚的，其实我觉得我是在谈恋爱上会给另外一半蛮大安全感的女生，所以我的男朋友多半不会对我的异性好友有吃醋的反应。这是怎么做啊？可以教不教大家？怎么样让对方来？安全感哦，我觉得那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可以自然而然的变成是有安全感的。我不是走那种一直跟对方报备行程路线，但是在贴心或者是要表现爱的时候，我还蛮明显的，就是会常常跟身边的人或者是自己的爱人就说我爱你。对，就是我觉得这句话是很直接，但是也可以让对方很知道，你现在是很爱他的。所以最近不是就是在剧里面比较多的亲密戏，男友会跟你一起看吗？会，我会跟男友，会跟家人一起看。然后，因为我也不是第一次演亲密戏，所以我的另一半好像对这个事情没有太大的反应，好像也蛮习惯这件事情的，所以也不会，我好像没有遇过在工作上亲密戏需要跟另外一半报备的是状况。对，就是我好像是自带安全感的一个贴心的另一半，完全不用担心。对，我突然帮自己想了一个很棒的那个 slogan， 自带安全感的女友就是我。对，谈恋爱啊，有没有传授一下安心啊？安心啊，真的有这么绝缘吗？他应该不想要被下这个绝缘这个字。欣雅其实很会放电啊，我们大家在跨年看到她的表现，她面对舞台、面对镜头的时候，她的电力可能比我强1000倍以上。我反而没有她的那种性魅力，我觉得她对我而言是很有女人味的。可是因为她的真实生活又有点傻大姐，就是有一个跟舞台上工作表现蛮反差的样子。我觉得如果一般的男生想要揭开欣雅性感的那个面纱，看看她平常傻大姐生活中的那种可爱的样子，可以赶快跟她谈恋爱。怎么会这样推销她？